哈喽大家好啊，怪猎曙光的 demo 现在已经开放试玩了，各位都尝试了没有呢？这次呢和之前崛起的 demo 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不同难度的任务，不过这次呢没有了任务次数的限制，而且前面几档难度的任务设置了很多次的猫射机会，各位也可以毫无压力的进行试玩了。作为大剑和双刀的玩家，这次我也是分别用这两种武器尝试了一下他们新增的技能，尤其双刀这个螺旋斩想必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我自己也是尝试了一下，想必呢各位已经从之前的视频内容中看出了我对这个技能的理解了。哎，没错，那就是跨栏，疯狂的跨栏。当然呢在我尝试一段时间以后还是摸清楚了一些门道，总而言之这个技能还算是不错的，尤其是针对一些大体型肉质比较好的怪物，伤害呢从目前看来也还算是比较可观。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命中了，毕竟你老跨栏的话呢肯定受不了。经过测试呢，螺旋斩的这个飞入方向应该是跟着我们猎人的视角高度来的，所以在释放的时候我们有意识的压低一些视角，在飞出去的时候呢就会更加贴地，这样的话命中率呢也就会更高一点。习惯之后无论是我们日常狩猎或者是连击的时候使用螺旋斩作为长驻技能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尤其是连击的时候拿这个技能来划水其实还是挺爽的。不过螺旋斩的问题还是有的，首先还是跨栏，尤其是在面对一些体型较小或者说比较扁的这种怪物的时候，比如说这次试玩中的电龙，在它倒地的时候无论我怎么压视角还是疯狂跨栏，所以说呢像这种怪物倒地的时候就不要用螺旋斩来进行输出了。那么接下来引出的就是快速切换的这个设置问题，其实对于我们双刀侠来说其他几个技能其实也不是非常需要替换，毕竟已经是性能最佳的选择了，主要是螺旋斩这边个人推荐可以设置和铁虫斩丝进行替换，尤其是在针对小体型的怪物的时候两个技能可以灵活的进行切换运用，比如说用铁虫斩丝来打起手和倒地，用螺旋斩搭配空舞来进行常态化输出，这种搭配在我个人使用之后呢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双刀的狩猎体验。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分享内容了，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留下关注三连，我们下期再见喽。